对，那我们今天又要来开箱了。你们看，我们今天开的是这个，这是啥？这是李优通，李优通。对，这就是我的新衣服啦！你看，现在是优通狂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把这个新的衣服打开吧。那新衣服这是优通二版衣，好，好怪的名字，我不会取名。好，来来，他就走，这样，这件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把它拆开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的新衣服是红色的，有没有看到这里写优通？对，还有我哎，我和我。两个我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把它的这个拆开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新的衣服，然后来把它这样子，嘿，对，有没有看得见吗？优通，是的。好，那这件我们新的是红色的，我觉得红的。因为比较亮，因为你看我在油桶狂，这感觉太单调了嘛。我们这里有没有我的 Minecraft 小忍人，还有来我的小忍人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穿上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穿上来了。那什么，我觉得又疼，可是感觉我的阴影清楚吗？我看一下哈，有哎，我这些效果很棒，而且这次我印了彩色的，之前你知道吗？我的里面就是油桶框，对，油桶框我这只是印白色，那这一次我印了彩色，可是好像也没有比较贵耶，对，所以。我觉得，那刚刚呢？因为我的摄影机没电了，对，所以现在我充完电，然后又回来啦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衣服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以后如果在路上看到我穿这样，就可以来叫我一声。对，耶、yeah ，好，那。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100订阅的纪念 T 吧，但是我还没100订阅，没关系啦，因为优通二代。那不知道你们觉得，你们觉得这个优通狂和这件哪一件比较好看？现在两边有图，对，现在看一下。好，然后对，开箱就差不多是这样。那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像假如你这个点一部影片，然后按个这是我前几天发的我的频道的介绍片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么，如果也可以按个订阅，可是我按不了订阅，你们帮我按好吗？来，拿起一个这个，帮我按订阅。好啦，那95嘞。95了，哦，酷，好，那我最近影片你们有发现那个，这我发两次，是因为我有一次把它调私人的，对，
那你有没有发现我的频道的那叫什么？我频道的。